大家好，欢迎回来收看《人王二落命土魔转移》的第九集，亦都是暗影篇，应该就是最后一关了，就是打这个龙中之翼的。咁啊，打之前又系讲翻啲前置嘅嘢啦。咁啊，自己打咗啲支线任务啦。咁其中有两个支线任务咧比较有趣嘅。咁呢个任务咧就系静灵于手，角于顶。一睇静灵呢两个字就知道要打乜噶啦，就系打静灵切嘅用家本多忠胜啊。咁啊，其实喺人王一嘅时候已经有打过本多忠胜噶啦。不过今次呢一只本多忠胜咧，啲步伐啊系有啲唔同嘅。咁啊，俾大家睇下个 cutscenes。好啦，一隻充滿挑戰性的 boss 啊，咁另外呢，我哋有一個叫巨星陨落的支線任務。咁呢個支線任務又係幾有趣嘅，就係打武田信玄的鬼魂版啊，呢個甲匪之斧。咁啊，不過呢個就完全唔難打嘅，咁就因為有前田利家嘅幫忙嘅，咁啊強制要同前田利家一齊打啦。咁我哋即刻睇下。好啦，比较有趣嘅两个支线任务就嚟到呢度啦。咁啊，正式开始我哋嘅主线噶啦。咁不过开始之前咧，又系睇翻今次咧，我就喺技能方面咧，阴阳技能咧，就因为我阴阳术嗰个技能点比较多啊。咁我咧雷属性嗰度其实已经发展得非常之蓬勃噶啦。咁我就有一啲新技能就学咗啦，就学咗呢个火技能，就系学咗呢个火爆符。因為我都係覺得一啲主動型技能嘅術法會比較勁啦，咁啊而家就火雷雙修，再加埋呢個護靈招來符啦，護靈招來符真係好強勢，咁啊陰陽技能陣間就會 show 俾大家睇噶啦，咁另外咧我哋嗰個剃刀廉唔係智刀廉技能咧又多咗新噶啦，咁咧今次就會學呢招啊，啲人話神技喎，叫做視空財，咁啊正方加 R 一有一個旋轉全身以揮動镰刀嘅一招，咁啊即管試下。咁原本用紧呢个涅槃锤就系攞嚟勾人，跟住就到后啦。咁呢个视空锤，我哋今日就试下佢呢个360度系咪真系咁劲咧 ？OK， 咁技能就学到嚟呢度啦，我哋即刻嚟开始呢个龙中之翼。
咁啊，信長大人咧就包圍咗小谷城，就要求淺井長政投降，並且交出亞視大人嘅。咁我相信呢個主線任務應該就會打淺井長政啊，因為淺井長政係啲好硬頸嘅人嚟啊。我哋即刻開始。好啦，咦哇，身為最後一關，佢連 cutscenes 都冇得睇啊。OK。咁你見到由地形睇到已經又係打緊仗，跟住咧都係嗰句啦，佢啲建築物又係咁上下，咁你會覺得好似咧冇分別咁樣嘅喂。好啦，咁啊嗱，你見到我又換咗套衫啦，依套又係一套輕裝嚟嘅，露肉度都唔錯。咁呢一套咧就係好啱我用嘅，就係、是、陰陽師傳套。咁啊，陰陽師傳套咧冇套裝特殊效果，但係佢勁就勁在咧，佢每一件都有陰陽術嘅術力加成嘅。咁換句話說，我啲主動技能就會有一個術力嘅加成啦，咁應該就會非常之高攻嘅。咁我哋即管試一試，咁啊試下招新招先。呢個就係嗰咩時空財 ，OK， 睇下呢一招係咪真係傳說中咁勁啊？有人講到呢招好勁。哦，呢個應該 shot 位啦，啱啦。好啦，試下先。哇，幾勁啊！又真係。好似真的不錯喎、哦，佢仲可以咧外搏一招，外搏一招轉中段的架式，好似真的不錯。嗱，咁佢可以咁樣搏嘅，呢、這個咁樣打完之後，誒唔得，再嚟一次，轉個中段，再回氣，可以即刻撈翻個上段都得喎，得啦，咁啊咁樣啦。好，轉中段，再撈翻上段嚟到回滿，用利用嗰個叫做咩啊？流轉啊，換翻個上段，再補充翻個氣力，當係多一段追加斬咁樣啦。依個係暫時諗到嘅一個 combo 啊嚇，由戰邊戰鬥邊學，試一試時空財，轉中段，換翻上段流轉 ，OK。喂啊，有人吹雞啊，睇到係咪啊？又有人喺度車大炮，頂佢就係行山窿先。喂，乜你蜘蛛啊？喂，哇，好核突！哦 ，OK， 哦，轉中段仲可以搏多幾下攻擊喎。時空財起手唔錯啊嚇。哦，時空財，誒、欸，哇，啲蜘蛛仔，哇，好核突！真心真心嘔心喎、啊！依、這個地方，哇，好核突啊！哇，好核突！啲人用好核突嚟形容，呢啲蛋係咪捽爆嗰啲蛋就會有啲蜘蛛啊？哇，盤絲洞唔好亂闖喎、啊，大佬咁鬼牙煙嘅，喂，兜翻上去算。咁啊，依度應該有人車大炮嘅，睇下先。哦，一路契弟喺度匿埋嘅，睇唔睇到？依度一個。遠方有冇人車大炮？好鬼驚嘅呢啲位咧，依位係車大炮的地方嚟嘅。OK， 一隻。好、哦，依度，唉，你班人攞不二啊！你班人攞不二啦，冇搞咁多嘢。一吹雞好大鑊呢度。通常呢啲士兵位咧，你望又望得一隻啦，但係其實係有幾隻嚼你嘅，所以都係。小心使得萬年船，收你檔。欸，唔死喎，唔緊要。下面其實有路，欸，有隻木靈可以救啊，依一度。OK。咁其實最後一版咧，反而我就唔係好 care 木靈噶啦，因為木靈係喺初期幫我增加嗰個仙藥最大上限嘅啫。咁去到最尾一版，其實我都過版嘅時候，佢會 reset 咗啲木靈咧，我就靠那期嘅。好，時空財。欸，撳錯掣，撳錯掣，撳錯掣。喂，又有人車大炮，睇唔睇到後面？黐 Q 線，哇！打埋自己友喎、啊，不過硬直就比較大啊！哇！依條友上去辣低佢先，喂，點樣上？有咩方法可以上去？依度上去，唉，報仇嘅機會嚟啦！哦，哇！點解揾到？正有啲牙煙啊嚇，有九隻喎、啊。喂喂喂！好，哇！天，又系嗰啲喂大佬啊，忍吉忍犬咧，黐乸上，哇！超
喂，唔係講笑，頭先嗰隻嘢真係叫隱犬嘅喎，依隻嘢真係叫隱犬嘅喎，原來。不過，唉，唔得，真係要殺咗佢先。依隻嘢好乸煩，係咁喺度纏住我。好啦，跟住打咗依隻嘢報仇先。時空財，唔係依招，唔係時空財，依招先係時空財。好，換個中段，再換翻個上段。唉，唔得，依啲妖怪有霸體啊，可以咁樣打。你一下坐落好多啊！你唔好睇佢啲动作好似好慢咁样，有啲攞命啊。OK， 有得点火啊？喂，试下先。哦，会炸到啲咩啊？哇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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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再嚟！哎呀 ，go！ 我纯粹上嚟玩下啫喎，我觉得嗰度有机会会唔会系炸咗只木灵落嚟之类啊？一定要咁样先攞到只木灵，咁我俾个 good 你啊！好，我暂时未系好熟嗰个新招嘅运用啊吓。OK， 冇啊。炸唔到啲咩落嚟啫喎，仲等我滿懷期待咁樣過去，以為有啲好嘢。睇下俾啲咩佢啊，俾個路標符你啦。其實咧，佢哋話咧，如果你將啲武器抌落地下咧，佢會換啲武器俾你噶喎。即係總之以物換物啦，佢會換翻差唔多價值嘅嘢俾你啊。咁如果有啲武器你唔用，又想將佢睇下會唔會拆到啲靚嘅武器咧，你可以將啲武器掉俾佢嘅。好，时空锤中段，好，麻麻地啦呢招，因为佢起手动作太慢啦，同埋就唔到个位，所以有一定程度嘅危险性，唔系一招话非常之有用嘅招式。诶，呢一度成带我都清晒噶啦噃，我有冇行错路啊？冇行错啊！呢度嘅隐犬，隐犬一定要杀咗先，换翻把弓先。哦，上面有只木灵啊吓！哇哇哇哇哇哇！又玩啲咁嘅嘢啊！哦，呢啲要斩角，所以要换刀啊。喂呀！点解斩唔到角嘅喂？喂呀！今集是练新招的集数，所以可能打下去呢是没有那么流畅的，不过就都不是特别好用，所以可能 都少用。我都是惯了上段两 hit 换做中段，再搏回个上段这样。这个是我觉得好用一点，总之再试一下，时空锤换个中段，再换上段。 OK， 多多量 OK， 插了他。点啊，大佬 ？OK， 又或者直接中段系舒服啲。小喇叭系咁喺度射射射。哇！有人车大炮咯，救命哦！咁样射唔射到啊？喂，一换一 ，OK。爆头唔得啊！呢招啊，呢个咪盘丝洞啊？系咪 shortcut 往下？睇先，哇！盘丝洞唔好乱闯喎！哇哇哇哇哇！好惊啊！好惊啊！好惊啊！好，咁样系易搏啲啊！啲招会咬爆啲蜘蛛仔出嚟啊！呢啲先系恐怖。即刻會有機會，佢機率生出小蜘蛛，嗱嗱嗱嗱啲蛋啊，喂好牙煙啊，啲乜水嚟啊？哇哇哇哇哇哇，想打後面嗰只喎，睇下先，咦呀，哇哇哇哇，高攻喎、啊，
分分鐘唔夠先藥俾我攻略呢個地方，試下爆佢頭先，個頭係咪弱點啊？係，好多多量。喂，依啲之前打過噶啦，喺呢個測試版嘅嘢。好煩啊！一啲臭屁怪會令到你硬直噶，啲臭屁。啊，系啦系啦，就系呢啲招啦，劲阴湿，射一下先。哎呀，好烦啦！好牙烟呢个地方，又系你啊！哦，依然好烦，多多咧。呢招是空才，都系得个形字嘅啫。攻击力咧，反而系两个上段嘅普通攻击系仲高攻过依下，所以真系用唔用自己揸主意啦。OK， 会唔会有只木灵啊？喂，等阵先。有咩事慢慢讲啊，小兄弟。火焰爆炸。哎呀，哇，又掉屎 CQ 线啊你。好，混沌声。哎呀，捉啊。其实今集个混沌伤好明显削弱咗好多。因为、上一集的混沌伤就是当你用两个属性叠加它就会有个混沌效果啦，但个混、上一集的混沌效果是妖怪如果吃了混沌伤的话它会硬直的，完全被你打到动不到的，但今集不是，今集就算你加了混沌它都是继续动的，所以今集的混沌伤除了扣防之外应该是没什么特别劲的东西的。 OK，呢度又未行过喎，特别啊！呢个地方，哦，呢度又系爆角啦，不如，哦，等先啊，翻把刀啊，多多粮，收到。点火啊！呢度又你啊！睇下有咩用，系咪可以直接杀对面嗰只妖魔啊 ？bang！ 哇，喺再嚟多下 ，bang！ 哇，可以咁样慢慢收佢皮喎，佢着火添喎，好，游戏结束啊！嚟多发，喂，咁多呢啲咁嘅小游戏玩嘅呢度。前面嗰个系常世结界嚟，应该系常暗位嚟嘅。睇下依度有啲咩？哇！喂，你喺度站岗。哦，依度冇乜特别啦吓。依度应该可以系啦，碌个木桶反用佢嗰啲地形，碌爆佢收档啦。哇，扣咁少嘅。OK， 跟住继续玩啦。诶，依度又有一点火嘅，依度有只妖魔，搞掂咗依只先。好，狐灵招来符，喂，妖反，哇，呢只嘢有啲危险啊！好，呢招又系废嘅，真系上段啲技能唔系话太劲，反而普通攻击系最劲。呢只系啲呼刺狼嚟噶啦，爆佢个头先。好，多多咧。好。OK。啊，佢先药数量都几多，呢度又有得继续点火啦，射爆呢个炮台啊，应该。到呢度。真系好多呢啲嘢玩喎。bang， 喂，冇用喎，這個有啲廢啊，其實我依家行緊去邊啊？好似喺度玩戰場咁樣嘅。喂，係，等陣先，有咩事慢慢講，好，有咩事慢慢講啊！
错唔错唔错，好。哦，我而家咧系用咗呢个仙药嘅庇护，所以咧嗰个仙药嘅数量系好多啊，好易跌到啲仙药俾我。喂，你行完必未啊？打交啦！哇哇哇哇哇！好。嗯，靓啊！呢、這个 combo 唔错唔错。好。OK， 好靓嘅 combo， 嗯，冇木灵嘅，打咗咁耐得个吉，依度咧，依度之前喺度落嚟系落过去啦，咁即系其实我兜咗个圈噶啦噃，咁啊行嗰度城门睇睇啦，依度雷达啊感应唔到任何嘢，所以就行依度睇睇啦。咦唔系喎，依一边我都清晒噶咯喎，系嘛？唔系喎，第二个，依个系第二个神社位，之前未嚟过嘅，咁啊再升下啦。咁而家咧，其实我全部都系二十二十二十咁样升嘅。咁啊，而家开始其实啲点数加成唔会话好高噶啦。哦，依度上暗啊吓，前面哇吹鸡喎。喂，屌，又系依啲玩法啊！即系要搞掂上面嘅炮塔佬先啦，直冲啊，唔好谂啊！冇咩事，哇，诶，等阵先，我唔系你，喂，哇，搞事啊，咁样玩法啊！喂，唔系，哇，黐线，成地都妖魔，点搞啊？应该就下面只古龙火就系呢个常暗之主，所以我哋个 focus 应该系打咗常暗之主啊！先，系咪先？去咗边啊？喂，系啦，呢只应该系要打呢只，因为咧，其实点样分常暗之主咧，系听音乐嘅。你听过音乐就知道边个系常暗之主噶啦。好，好，系啊，你屎发啊！好，好耐冇用呢招。好。哇！烧死烧死，好大镬！不过佢唔怕烧喎。喂，屌你出嚟啦，哥！你咪玩嘢啊！真哦，你唔出嚟哦，你玩空气功波。啊、我而家冇咒术咩？仲有九啊九式我唔用咋？喂，大学生你有好多毒。哇！睇住啊，睇住啊，一嘢插死啊，喷火啊！好、哦，喂，停！你同我玩乜长角啊，哥 ？OK， 古龙火系云行。OK， 咁啊，搞掂晒啦！依度应该啲妖怪就会嗰个能力值就大幅下降。OK， 好彩喺只门口啫，依、這个头先系装个弹弓啊嘛。有仇报仇，有仇报仇啊！好，好，喂，等等，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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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哇，好大镬，好大镬，多多粮，好，屌，哎呀，闪到都好。啊，講起呢個妖反咧，其實我用呢個妖反係比較難用。咁如果你新手咧，我建議你係用嗰個叫做順猛嘅妖反，因為我呢只妖反咧嗰個反擊機制係玩個木壓嘅。木壓嘅意思即係佢攻擊你瞬間，你就要妖反。如果你玩猛嗰只妖反咧，就係佢一有紅光你撳掣就得噶啦，嗰只妖反就會易掌握好多。依、這个系乜水啊？依、這个喂，不如九啊九式啦，我觉得依度有啲危险啊！好、哦，震你一下先，好、哦，震，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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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危险啊！呢度去啦，哦，爆裂火，震震震震震。嗱，而家嗰个咒术系几劲？成日咒术添，阴阳术系几劲噶 ？OK， 哦，一身阴阳术嘅装束唔玩阴阳术就蚀咗啦。其实呢度会唔会死啊？咁样落嚟，哇！佢其实呢个城堡都几大噶，射佢云核啦。嗱，呢啲史莱姆又系唔好睇少嘅，阴啲会收你皮。哇，又系呢啲鼠喎。喂，其实应该呢度系咧嗰啲地方咧跌落嚟，跟住先攋嘅。哦，喂，唔跟咁贴啦。哇哇哇哇！咦，我又引埋后面嗰只喎。佢先上嚟打啦，黐 Q 先。好多哇！哇！佢呢个位摆到明阴喎，就话啲蜘蛛仲要一下杀喎，黐 Q 先。咦？又系死喺啲咩偷袭位 ？Thank you 暗明啊，真系。咦？真系执嘢之前真系要小心。睇下先。嗱，头先呢度咧可以踢落。可以一下收嗰只妖魔皮，哇！会绝招字典，哇！好弱字典，点解我咁弱？多多咧，嗱咁啊，不如行正路啦。依度咧，后面依一只有只裸球，辣低佢先，震你一下。再震你一下，怕电啊！爆火，好，哇！喂，等阵先，食混沌伤都可以咁恶嘅，哇！妖反唔到添，咩玩法啊？喂！可能啊，食咗混沌伤再加冇妖力，竟然有霸体？咩玩法？诶，哇！呢啲全部都系毒罐嚟嘅，喂，阴魔嘅喎。這个咧，有水啊！攞水嚟淋熄啲臭气咧，就会令到你唔受呢啲位嘅影响。系啦，你有水附身咧，你就可以暂时会免疫到佢嗰啲臭气。哦，垃圾招无误啊！我继续淋水啊！有啲跳得有啲古怪，喂，落嚟啊喂，木灵喺嗰个位。殺咗先，呢度要清啊吓！你个落牙攻击 ，OK， 依关几好玩，几好玩唔代表佢做得好啊吓！佢其实呢啲咁样四通八达嘅路其实好辛苦啊，行得你系呢啲个头系唔系弱点嚟嘅喎 ？OK。多咧，锄你一嘢 ，OK， 好，真系废，哎呀，好牙烟啊，今日都拜，睇先，呢度一扎木灵嘅踪影喎，呢度一个地头有三点木灵，会唔会咁大只蛤乸随街钓啊？依度，佢可以咁样射落嚟噶喎 ，OK， 应该要上咗去先拎到上面嗰个木灵啊吓，咁啊，头先好似呢度有堂梯啊嘛，系啊，依度上去望一望先，
而家好似潛入咗城堡內，哇哇，好核突啊，大佬！黐 Q 線啊，邊度設計呢個地圖噶？睇先，好多木靈嘅蹤影啊！好多木靈嘅蹤影啊，但係一隻都揾唔到啊！咩玩法？啊？咩玩法？咦？兜咗個圈喎、啊，上翻嚟先，唯有勇闯盘丝洞啊！盘丝洞唔好乱闯。唉，系咪佢个尾部系？好，引只最大嘅嘅过嚟先。好，哇哇哇哇哇哇！我怯怯地啊，佢个样好架势啊，震你一下先。好 ，OK 啦，啊，会唔会爆啲蜘蛛仔出嚟啊？爆喎、啊！OK， 再嚟啦！呢度嗱，我啊冇乜子弹啦，一枪一件。好，睇下佢会唔会呢度生啲蜘蛛啊？啲蜘蛛蛋要斩一斩先。好。OK。OK， 暂时冇生蜘蛛仔啊吓。我令我担惊受怕，依、這个位系咩嚟啊？先，嗯，呢、這个机关有啲古怪啊吓。雷达上面就显示有两只木灵，哇哇哇哇哇！一行到埋身嘅先至会生啲蜘蛛出嚟嘅。依啲位咧，依啲位系冇木灵。依、這个暗门 ，yes， very good 啊！好，有啲人喺度面壁紧。好，我哋不如开咗个 checkpoint 先啦，唔好谂啦。太牙烟啦，呢个地方。好，70,000嘅精华都唔能够升到一呢啊，所以放弃啦。呢、這个机关应该系转完之后，令到你可以行下一个地方。好，哇，点解会咁样？好少见。NPC 玩下段，喂，睇先，呢度会有常暗噶喎，系，喂喂喂，睇住睇住，玩下新招都唔理咩？哇！又系你啊，蜘蛛！喂，唔好玩呢咁嘅嘢啦，唔轻依尾噶，唔系咁好蜘蛛女嘅咋？我纯粹过嚟执木灵嘅咋？往下，依度系头先嗰度上嚟噶系嘛？唔系喎，依度好似未嚟过喎。哇！依度啲机关都几复杂喎，门嘅另一头开启，哦，依个系 shortcut， 即系个城堡内都仲有啲地方要。要攻略下嘅，啊！依一个版图都几大几难探索。喂，唉、哎，咁多人哦、啊，大佬啊！诶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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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翻收 good。好，好，哎，好多嘢执，但系依度系死路嚟嘅。喂，点行啊？哥唔识喎，暗门一个，系咪上上层咧？盘丝洞嚟过啦，应该断估啊，行上层嘅啫。好，咁啊，雷达在此啊，完全感应唔到任何东西。哇，咩鬼嘢嚟噶？好似狼，好阴森恐怖啊！呢个城堡真心。啊、上暗喺前面。利用机关防止他人进攻天守啊！依个系天守防御。系。
啲窄位有啲危险啊！喂，顶，又企呢啲咁嘅死位啊，点打啊 ？OK， 呢度木灵到底喺上面定下面咧？下面就唔见有，算啦，应该依只系常暗之主啦啩。喂，系。开咗啲路先。喂，哇，顶，有窿啊哥！佢呢度设计其实系好好啊，但系真系要好花时间咁去打。怪物嘅数量实在太多。好，执埋呢个先。哇，我要揾路翻上去喎。顶，荡失路，上翻去。OK， 入翻个上暗范围，小心啲窿窿罅罅。好，嗱，呢度有个大窟窿啊。好，引一只过嚟先。好，好，好。OK。哇顶你一打二啊又系，唉！好啦，咁啊一隻两隻，我个灵魂就喺嗰个位，算啦，佢发现咗我啦，入嚟打啦，我唔想一打二大佬。哦，拎喂，我只出唔到技能啊，我要拎咗只守卫我先至出翻嗰个技，绕翻你唔得啊，算啦，呢度哇呢出咩招啊，沉沉沉沉嘅。喂，两只嘢唔好斗阴湿好啊，成日都群抽 A O E 嘅，你隔篱又有一只两点啊！哦，黐条线，点同你玩啊？哦，唉，话你话会唔会打？你话会唔会猛低呢位？呢啲地方等好正常啊！啲怪物嘅摆位真系黐 Q 线嘅。哦，有晒音乐咧，个依一只应该系常暗之主嚟嘅。哦，预判，诶唔得添，直接错佢啦。好，缓速，然之后加多两个火弹，哇，喺挡住。呢度唔可以太大幅度嘅喐动。哎呀，靓！好，多多咧。呢位打得好曳，嗰只嘢咧，佢前面用依块布喺度棘住我啊！嗱，睇下，我头先打唔到佢，你依块布喺度棘住我，黐 Q 线。怎会整个咁嘅位噶？生剥鬼云系，好啦，点你仲要打？你大佬都死咗啦，唔搞咁多嘢冇啊 ！OK， 执翻条丝先，唔系执翻个宝箱先。诶，呢度有得开 shortcut 喎，系嘛 ？This is shortcut。哦，依个兜翻落去下面嗰个萤火嘅，唔系萤火神社。是咪？冇错。食埋呢个精华先。我先走啦，阿师大人，去到彼岸等你。好。OK， 应该死嘅死啦，系咪？嚟紧阿士系咪都会牺牲呢？好。好。呢度啊，我入去啦，唔等你啦。睇先，争呢个窿未行，呢个窿后面。好，我已经见到任务目的地啦，好似见到个紫色点，但系又唔系，应该有啲机关要开啊。佢设计到咁，冇理由冇机关嘅。呢度又落嚟哦，见到啦，嗰、那个紫色点相当之近啊吓。好，
咦，唔系喎，兜翻落嚟盘丝洞呢度啫喎，到底应该点样行啊？到呢一度穿过去，哦，呢度穿过去咯，唯有就系、是、有机关喎、哦，佢咪会转向啊？呢啲位系啦，呢啲位系转向晒。我都估到系咁噶啦，踢落去炸爆啲蜘蛛，好，完全一隻都炸唔到。咦，跟住照计就落去咯。依、这个咩嚟啊？又有一个 shortcut。依度个地图构造咧，其实佢真系做得好精密嘅，但好可惜，我真系欣赏唔到呢啲。啊，真系无法欣赏呢啲咁嘅位。因为真的打得很辛苦，好，暂时都仲系一隻木灵都找不到。先，我头先穿过嚟依度，依度咁样穿不到过嚟，咁即系换句话说咧，我依个红色嘅嘢咧都要开机关嘅、哦。喂呀，争啲碌落街。咁到底红色依嚿嘢系点开机关呢？呢、這个就系一个谜啦。好，有见及此咧，我哋快放去揾呢个机关啦。诶、欸，原来喺呢度啫，嗱呢个位咧就系诶头先打嗰只电锯佬，电锯佬即系双角妖怪嗰度咧，原来喺正呢度，好难睇啊，唔知点解头先眼疾睇唔到，咁扭咗过嚟之后，佢就连成咗一直线啦。咁应该我就兜依度过去，哎呀，嗱兜依度过去就行到嚟依度啦。OK， 咁佢阿叉路就可以顺便拎埋依楷前雷护符。OK， 咁原来之前一路揾唔到嗰只木灵，应该就系喺依度噶啦。睇先，系咪啊？嗱，只木灵喺度啊。OK， 呢位真系真系用心构造过嘅佢，咁但系好可惜嘅就系咧，這个雷达上面咧系有只木灵，但我揾嚟揾去都唔知道只木灵喺边，上下我都望晕晒，呢度一样啦，上下都望晕晒，都唔知只木灵喺边，咁所以我就放弃啦。应该咧呢度上去，诶、欸，又仲有乜鬼？放水嘅，唔记得护心一击低能啊，好多下，好，依度仲唔系波斯房？哎呀，好明显系波斯房啦。跟住附近有冇啲咩地方啊？冇噶啦，咁我哋直接打波斯咯噃。应该系打浅掌长正噶啦，我谂，哇！佢食紧啲咩啊？ほう、救いのものをよこすとは味なこと。哇，双头鹰。姉川で直孝を破ったのはお主か。把刀给赢了。心置きなく夜叉となろう。啊，夜叉。啊。啊，哇，直接妖魔化喎，几型啊！OK， 浅井长政，哇哇哇哇哇，咁快嘅速度，哎呀，有啲料到喎，反下通灵术啦，翻我拿手住活刀，喂，哎呀，哇佢啲 LED 效果做得好正喎 ，OK， 哎呀，好。好，换好，等人等人等，哎呀，妖板唔到添，妖板 ，OK， 多多粮，哎，唔中，个人形怪偏易打喎，今集嗰啲真系，哎呀，妖板到，好，再吞先，好，震你一下。
喂呀！好，好，硬你一嘢啦，多多量反击 ，OK， 再嚟个前雷，哎呀，依下系比较阴森嘅，哎呀，哇哇哇哇哇，九啊九色啊先，我想一劈巴士你话，好。震你啊！快点，回血！哇，唔得，回血！咦呀，要反杯呀！好啦，都唔难打嘅呢只，依下难，依下阴湿啲嘅啫。喂呀，依下还拖，佢防紧嘅时候唔可以立乱攻击啊！你睇下几危险。好，震你一下先。你死咩？哇！好，好 ，OK， 硬你 ，OK， 好又得，妖反 ，OK， 哎呀，哇哇哇哇哇，哎呀！妖反，哎呀，得，好，入药先。OK 啦。咦呀，喂，请你打准啲得唔得啊？多多嘞。好。OK。落你一下雷先，哎呀，哇，又十计啦，哎呀，又 counter， 哇，依下系唔得噶，依下 counter， 成日无啦突然跳跃，好 at， 哇，佢啲动作好鬼中意，你有冇发现？哦，爆 ，OK， 成功。妖反，喂，唔得嘅，哎呀，好，好，佢都几多破绽嘅，其实，好，准备啊，妖反 ，OK， 好多破绽，多多咧，咁都唔中，好，妖反 ，OK， 系啦，超多破绽。OK， 再落多下雷啊！好，护灵招雷，喂，你成日都系趁我施法嘅时候玩烟尾嘅，多多咧。OK， 就瓜啦，爆你一剑尾先。好，嚟上段，再见，拜拜。OK， 都系第二踢搞掂啦吓 ，so far 都冇乜难度。哦、人形怪是真的偏易打一点、反而那些妖怪暂时玩了三张我觉得那个嚣什么崇嚣是最难打的那只鹰 OK 哦，咦？浅井长胜真身系佢唔系啊？定系佢喺度假扮浅井长胜？哇！阿史，其实阿史系今集暗冥做得最好嘅女角色，即系做得最爽。虽然唔够我哋女主角咁正。佢系爹？咦？唔系喎，喺佢身体上面分出嚟。嗰只金像嚟嘅。哇，识得玩戒断斩噶 ，Virgil 嚟噶 ，Devil May Cry 啊！恥を忍んで、
哀れみを乞い申す。何とぞ一度。估唔到淺井長政一個咁正義嘅人，喺人王度變成一個咁邪惡仲要求饒嘅人。守るべきものを私に教えた。なれど、憧れた兄上の背は追うほどに遠ざかり、余人の及ばぬ彼方へ。募った深い悩みは心に隙を作り。哦，佢描述到淺井長政係因為想追求力量，想追到信長就誤信歧途。啊，呢、這個故事教訓大家唔好唔信啲壞人啊，唔好誤入歧途啊。急がんと、火が。最後のお別れをする暇をください。哦，阿四会唔会喺个火海里面都死埋噶？真系我用女角色真系冇用错。以透过分灵体让比翼鸟寄宿喺身上，哦，佢就系讲紧阿四同埋浅井长政啦。好啦，暗影篇嘅笼中之翼就嚟到呢一度啦。咁啊，阿史唔知到底会唔会翻嚟啊？咁应该就会翻嚟信长身边。咁暗影篇呢一章亦都正式完结噶啦。咁啊，仲又开咗一大扎嘅支线任务啦。另外就可以前往下一篇噶啦。咁啊，呢一个咁嘅笼中之翼嗰个地图其实都做得相当之唔错，亦都相当之大。其实再仔细玩落去咧，应该会发现到更加多嘅嘢嘅。咁 anyway， 我哋暗影篇正式完结，敬请留意下一集，下次再见，拜拜。